头什么叫留了多少保密房给你？你家无搞代志阿伯？没关系，你不戴口罩，你不配合吗？你阿伯，你强制我戴口罩啊！你有办法，你用手来搞，强制我戴口罩。现在大家都要强制戴口罩了。别搞混，没关系哦，没关系，等警察来好不好？等警察来。你不搞你想多，你不要戴口罩，不要闹。你不够你想多，你连强制我戴口罩，你都没当的。哦，没有，我没有这样讲哦，是政府规定的。口罩戴起，口罩要戴，听不懂吗？政府规定的。政府规定啥？政府规定是你执行吗？我讲的代志行嘛，是你执行吗？人人都有责好吗？人人都有责，什么叫人人都有责？保密房给你。保密房给房是人人有责了。好，没关系，等警察来嘛。叫警察来，那叫警察来。这个老人看了我的工地，等下戴口罩呢。啊，这块规定。我戴口罩，我没有要进去呢，我该回去家呢。好，徐院长。你有证我是在里面没戴口罩吗？不是哦。叫我出示罪的证明。不行，你家戴。你要说上厕所。我跟。没事，先戴上，还有再管你。那我如果没有戴上，你怎么不管我？没有啊，你就尽量都拿着。你在挑话嘛你？在挑话。